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多项式展开以后 ，x 五次方的系数是 a 呀，平方的系数是 b， 那 a 加 b 等于多少？我们看 a 等于多少？五次方的话，这个最高是3嘛，那三次的要乘以两次的，才会变成五次的。所以哈，这里三次方要跟这二次方的相乘，这个才会变成五次的。这是三，系数是3×3嘛，3×9，它叫多少？两次要跟三次的，好，2×4，好，那一次的话要跟四次，这最高只有三次嘛，就没有四次，所以就只有这两项，所以加起来等于多少？等于是3，所以 A 是等于是3的，那 B 的话呢是两次方嘛，两次方的话哈。从两次方开始，开始乘起。这两次方的话，它必须常数项，就是2×7，2×7，它叫多少？一次项要乘一次项，这个没有，常数项要乘以二次项，加4×3，所以这样等于多少？这个是-14。它这个是正12，所以这-2。好，那这样 a 加 b 多少 ？a 加 b 就是13，啊加上-2，啊所以这个是11，所以答案是11。